殊胜，然后何谓一贯道，还有真命真传的殊胜，三宝心法的殊胜，以及道统的殊胜，好、哦、来学习。好、哦，那以下呢是后学的解释。好、哦，那一贯真传呢是承接天命传承，圣圣相传的天命道统。那真传呢是就是自古以来啊，佛佛为传呢，本体师师密不知本心。好、哦，说的是呢，是自古以来呢，圣圣相传的一个大道，好、哦，那代代相承的一个正法，好、哦，那传授呢给有缘的众生呢，让有缘众生呢点了内在的一个心灯，那找到呢本性，好、哦，所以然后呢开启呢我们有缘人的一个智慧桥，好、哦，那指引呢，他走向了人生呢。哦，迈向光明的一个大道。哦，所以呢，哦，我们说以前呢、啊，以前的人要求到很困难嘛。哦，刚刚李正有说到，哦，要千里把名师，万里求口诀。哦，那他其中呢有很多有根基，然后有真功实善的一个人呐、啊。哦，他要求道都不行。哦，因为当时呢，天子呢。道呢是单传独送，哦，所以呢你再怎么优秀也不一定可以得到，哦，我们以子贡为例好了，子贡呢他那么优秀，啊，他也感叹，他说夫子呢文章可得文也，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文也，哦，这个呢就是单传独送，好、哦，口授心授之法。那再来我们说呢，殊胜，一贯道真传的殊胜，它的殊胜呢是在于非时应时，非时不降，非人不传的应运法门。好、哦，那我们呢，我们现在所得的道呢是先得后修，然后可以在家修行的一个法门，以前呢是要先修后得才可以，哦，那现在呢我们不必出家，那也没有年龄的限制啊，男女限制，更是没有种族的限制。好、哦，而且呢，我们也不必放弃事业，一样呢可以工作养家，然后不会有影响。好、哦，那在家中呢也可以设有佛堂，那全家呢一起修，同修呢可以烧香啊，叩首疗愈。好、哦，那。晚上呢我们一样啊也可以出来办道，哦，所以呢我们是身在家心出家，哦，那以在家人的身份呢办出家人的事业，哦，代法修行，哦，那个这个就是我们白羊弟子最不简单的一个地方。哦，那现在是白羊喜嘛，哦，那我们有求道我们都会有在修办的，我们都会说我们是白羊弟子，哦，那我们白羊弟子的外表跟一般人都一样，没有什么不一样啊，哦，一样有头发，一样有家庭，那没有穿袈裟，哦，我们跟任何人，那我们的一贯道呢是大家都可以来修行的，哦，大家都可以来修的，哦，那我们这里有说殊胜呢，就是我们。以前呢就是我们的师尊师母啊统领天命啊办理了三朝大事。好、哦、那当初呢各地都会有什么仙佛显化嘛，哦，那去指点我们的圆胎佛子来求道啊，来拜名师。哦，那所以各地会有很多的什么软堂啊在批讯文。那只是呢说什么大脉大道啊圣脉相传，哦，要我们呢哦在苦海中的一些徒儿啊哦速速的去拜名师求大道，哦，我们才可以呢超生了世。哦，那再看我们今天的道场呢，哦，宣扬大道啊，哦，大道真理呢都是呢
天人共伴，哦，天人共忙，哦，那还有我们的老母啊，诸天仙佛慈悲啊，哦，他们都会怎样？以前都会，现在没有了。以前有戒窍嘛，开沙，那现在比较少了，哦，那就是指点迷津呢，哦，开示啊，印证呢大道的尊贵，哦，那这一期呢，很殊胜的是因为大道像大开普渡啊，哦，普渡三朝人鬼仙，哦，那这个如果不是说哎非时应运呢，哦，我们老天呢慈悲名师将士啊，哦，传承天命，不会有这么神奇的一个显化跟验证，哦，所以呢我们先天大道的道场办的是天事，哦，而不是人，以我们人的力量可以去左右的，哦，去办得到的，哦，所以呢一切都是有诸天仙佛呢在暗中的一个帮忙，哦，那一贯殊胜呢就是贵在，哦，天使的因缘，我们名师降下的这个因缘嘛，哦，叫做应机因缘嘛，就是因天使的一个因缘应我们白羊因缘，哦，我们说哎，如果一个宗教没有天使也没有人和，哦，是办不起来的，哦，所以呢我们的殊胜是贵在实体的因缘，哦，那我们要如何来证明？我们常常听到说，哎，来求一贯道的归空都会怎样？身软如面，面目红润嘛，哦，个个都是呈安详的一个面相。好，哦，那这个是有很多道亲都可以证明。